你看卖啊，这个环境，你敢有满意？无恁歹势，我只是一个司机，我无样看风看风水，所以你安尼向向搞问，我应该是无迄个杂条通回答你。啊，不过我明明就有听讲，你包山包海，啥物拢愿意做。啊，若无我是安怎特别指名来找你？不灵，我确定你是误会啊。你若想要继续坐我的车，我伫个车顶等你。若是无，我先来啊。你敢有确定？我只不过是爱你，给我淡薄仔意见。你外头就要走，敢讲你唔惊我你不平？那安尼夫人，你希望我给你什么款的意见？凊彩啊，只要你满意就好。什么叫做我满意就好？无你即摆是咧跟我讲什么笑事？你看我这个办事，敢有参详在跟你讲生肖？既然是替你建的风水宝地，当然嘛是爱你满意啊。夫人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全皇宫这个话是啥意思啊？我才咧跟你讲几句啊话尔，你就闭面，秘书你要跟我输赢咧。是讲，我一个东东五山集团的总经理夫人，你若是要动手进前，先请看卖啊，你家己有几扭动？你是莹莹的妈妈？你总算听出来。夫人，我想你对我可能有淡薄仔误会啦，我已经是有未婚妻的人啊。所以我跟因只是对不起，我拢已经表明我的身份啊！你搁在我的面头前，因因因安尼叫，叫到清好吼。是的，是我无分寸。安尼，请问夫人，你有啥物款的指教？体格真好，嘛真老。我本来还跟你想讲，好好的一个人，就算讲教阮帮派，啊，不过拢已经过几廿年啊，应该爱有一点仔成就才对。哪会到今嘛，还阁只是一个赛车的。我即马看有啊啦，你就是生性要食唔讨谈，靠查甫人咧食软饭的查甫人。请你把这句话收倒转去。就算讲你搁较有钱，搁安怎？你嘛袂当安尼甲人侮辱吧？我敢有讲唔对？平常时你靠你的未婚妻伫外口咧趁钱食软饭，即摆搁想要共脑筋打到五山集团来，安怎？想要靠我这好爷的查某囝严家趁红杯？恁家好爷是恁家的代志，跟我有啥物地带啊？讲我乖你的查某囝，请你先查清楚真相。自头到尾，拢是因家己来倒贴的。对不起，你敢讲我阁唔敢听啊？卡叔刚是正像你讲的安尼。好啊，那安尼啊，做伙去恁家，伫恁家的是大人面头前，把这个代志拢压出来。看你阁敢伫伊面头前，这么暗声无？行。我就已经甲因发生关系啊，这件代志若是压过。我是要安怎面对爸妈阿姑子头？应该予你一个镜，予你家己照看卖啊！你即马到底是啥物洗马面？既然阁敢甲我呛声，看你这个办事，你应该是唔敢去啦。啊，代表这个人哦，也阁知影会见笑。卖讲我欺负社会底层的人，再一日提起。以后不准你去教我查某囝狗狗的，啊那无，我绝对让你死到足歹看。
课会紧走，我嘛袂阁坐你的车，卡边呢紧巴着你的衰尾去。食软饭的，就是食软饭的。明明骨头比纸骨较软，计较袂输，真有骨气。是你叫我真欢喜嘛？敢讲，计较唔免甲我讲一句多谢。妈，你去创啥？你刚才你安尼做，害我足见笑诶！莹莹，你哪会走来遮？你就是讲无人知影。你何话唔讲？你甲开封包车，就知影你无啥物好心。我唔过紧递来。你哦、喔，你根本就是恋爱脑。你家己看卖，你人拢已经来啊，伊搁伫遐咧扣钱呢，这就代表伊真给你收无得诶。英，你应该听你妈的话，咱以后莫阁有交叉啊。歹势啦，开宏，我会甲阮妈好好讲，我嘛替阮妈甲你回信的。你是头壳歹去啊？参军这种无骨气的查甫人，你想哪要甲回信的啊？伊无迄个资格。好阿妈，我拜托你莫讲好无？你两母仔囝偷偷讲，我先来。凯宏，我无希望讲你心肝内有啥物误会，就安尼离开我。是要误会啥？伊明明就是哦。妈，不过我妈甲你讲啥，我对你的心意是袂改变的。我嘛希望讲你唔免有压力。妈，你直接讲啦。莹莹，好啊啦。行了，不过我打了，你等着看。看起来伊妈叫伊食死死，反正我会当靠伊的势来开始我想要做的事业。我到底是受啥了？头拄仔我已经甲迄个廖凯宏见过面啦。伊好看头尔尔啦，敢会当当作饭食的？爱钱财无钱财，爱人财无人财，亲像伊这种的，就是标准的食软饭的查甫人。伊除了去作案，还阁有啥物出头啦？你刚才看过凯宏一届，你根本就无了解伊，凭啥物你讲伊啊？亲像这种人，我看一届就看出出来啦，伊连伊家己都饲袂饱呢。你是有身份，你是有地位，你是千金的。伊若真正抓到机会要甲你做伙，伊就甲你抹掉掉，唔肯放手啊啦！才甲你讲几句啊好听话，你就去让伊白到唔知影啦！你真正有够戆的呢！他又敢怎？我甘愿啦，我会当饲伊啊！你廖俊公，你的钱是安怎来的？你有多一身钱是你家己赚来的，啊唔是阮给你的，他又敢怎？我阁有讲过。我是万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伫咧木家，我嘛是大班唯一的查某孙。我是一个身价千亿千金，谁人都袂当选我家己喜欢的。有几摆比佫较好的查甫来等你，你无爱？你偏偏要拣一个食软饭的查甫人。你若真正活过来，以后变亲戚都让伊走出来啊！到时阵你要花口拢袂赴啊！我才无咧惊，到时阵用钱太伊的嘴就好啊啦。而且，凯宏嘛不是你讲的安尼，不是伊在叫我，是我在叫伊啊！你讲什么？真正是你倒贴一个赛车的？敢袂用者？伊有未婚妻啊呢？他又搁安怎？敢若是未婚妻，还袂结婚啊？而且爸当年嘛有收女朋友，你嘛是吼？你讲啥？再讲一次，我倒会讲唔对啊？对啦，
你上巧，你听出来这个安排假好吧？结果嘞，你敢有过啊幸福快乐？你无嘛？你今麦爱我听你的话，无可能啦！我宁要选择我家己的幸福。你给我点去！我不准你再讲啊！惠弟，我就是不准你两个做伙，我立马就开枪给你。妹夫啊！什么妹夫啊？我跟他已经发生关系啊！我是他的人啊！你，别胡说，这样你妈也不会卡我看起来跟谁说生笑？我那天去山顶，我就跟他发生关系了。大心啊！你现在不是看的？我跟你说，我不准你跟他见面。你若是再跟他见面，那这样，我就让他连车都没法度塞。贤姐，我会叫人把他毁掉，我只看你要爱他，你不能安尼。老小姐，你安尼做，尹小姐只会愈反抗你。你搁敢讲？你有看到无？这就是你家斗三工的效果。伊即马规个人规个身拢送乎伊啊，伊讲不要紧的。我哪有你这么憨的糟囝？我不是憨。我刚才是想要争取自己的爱情，你的爱情根本都无值钱。从今晚开始，我袂阁回钱予你，而且我嘛会甲你户头拢冻结，予你无钱通好用。死到了开户的现出原形，到时阵因若真正会趁，迄才有鬼。是嘛？就是让你看。你，你做啥？金棒球！你给我放开！你到底想做啥？金棒球！你，棒球啊！我想要给你。你给我放开！妈妈和我刚开始做，就是逼我去死，我规个心死死的。那你今天的时阵，你可讲清楚话？你给我放开！哎，你主持人够做狠，你当时看到因珍珠唔敢投降的，你敢希望伊安尼伤害家己？你若是唔肯认头，奶奶卖瓜出面处理，看你走不开这边啊！好了，别哭，冬到会啊，别动，我替你包扎一下。这阿妈会当这想解吼，我受一点伤，那有算啥？我不可能会这想。好啊，我今嘛在这死袂去，我就去外口死，互恁看。你敢放手？大小姐，你敢真正要跟我演戏？敢放手？我去死！我去死！好，啊，我这是廖凯宏的样诶。啊，不过我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伊爱甲伊的未婚妻分手。第二。叫伊来万海金融上班。嘉欣啊，多谢阿妈。你想想，